十八个婴儿究竟佢出几多牙仔啦？咁我一路写紧嚟讲，我好印象深刻。我一路都要即系脑喺度交叉紧。我识呢个婴儿出几多牙仔，关我去做中医有乜嘢事咧？我2013年咧，我就已经放弃咗，系因为我哋自己做表列都有一扎客嘅，我哋系。即叫覺得不公平嘅啫。我曾經嘥好多時間，晚晚去出去九龍上堂噶，丟低啲生意，5、6點咁啊出去，出到去成10點幾、11點翻嚟噶，枕住幾個月都係咁嘅。我都有啲擔心嘅，因為呢班年老嘅醫師，佢都係自食其力噶嘛，而且病人又得佢嘅信任。如果病人交出佢嘅生命，叫中醫睇症，係咪啊？咁中醫醫到好佢，咁係幫到政府，一定幫到人民啦，又幫到政府，亦都幫到人民，係咪？